嘉义县东石乡的港墘，伫咧过去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交通中心。早期这个庄头有三四百户的人家。伫咧港墘古道有一个古厝，是伫咧日本做生意真成功的知名企业家黄秀茂博士的故居。根据港墘文史工作者林碧贤表示，黄秀茂是伫咧港墘出世，因为老爸真爱跋筊，输钱将伊送予人妻。后来，伊对着永伯到日本做生意，成功赚大钱，回来到故乡要来存金。但是当时伊阿兄因为家己伤过善食，唔敢合意来烧金。现在四世子孙啊，事业嘛拢真有成就，就将这个古厝整理甲真好，称作是黄秀茂故居。盖棺东石乡港墘曾经是海港甲陆上运输重要位置，古早时阵。几大村民汇集有三四百户，你在港墘古道上留伫了一处建筑体态矮小的古厝，是黄秀茂故居。根据港墘文史工作者林伯贤表示，黄秀茂是在港墘出世，父亲跋筊输钱，就使伊只两岁就被培养。黄秀茂在台南有一个黄秀茂公园，通宵有一个黄秀茂公园，拢是伊贡献的。啊，黄秀茂两岁外的时，因为因老爸吼，甲人跋筊，甲东石卖鱼的跋筊，啊输筊做筊少，两岁外就往抱去，啊抱去台南，互人做囝，改姓黄。好佳哉，老天宠爱，跟随着养父富立经商致富，回馈家乡。十六岁时，因的幼爸甲幼母甲伊带去日本读册，啊，读博士，啊，去北海道运鱼货来台办卖，赚着大钱，所以转来做建设台南的区务员，啊，通宵的区务员。黄秀茂曾经回故里来寻根，当时伊的兄哥爱伊善食，无甲伊相认。了七十几年的时。因幼爸幼母甲讲，你唔是台南人，你是东石人，所以七十多年以来，东石要找伊的所在，但是因两岁外离开，唔知影伊的厝伫对景，找无啦，无印象，所以登报纸，啊登报纸，人甲因哥哥讲，讲这就是恁小弟，你爱去认，啊因哥哥吼，无去认啦，无爱啦，讲咱遮善，啊真人兄弟好个。咱不爱去认他俩，讲咱去共过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安尼一过就是算百年，因这代人拢往过往去啊。所以这个黄秋波因的孙啊，来改这个所在，重新哦再安尼去改整修一下，这就是算黄秋波的故居，做一个怀念。如今李伯事业也有成，林家老厝整理甲非常的雅致，称为。黄秋茂故居，这个算起来啦，做这个黄秋茂故居是五年，但是这间厝是已经八十年啊。啊，这间厝当然有过拉皮啦。黄秋茂较早大个，比这个搁较歹，砍草、砍草啊，砍咩个做甘蔗叶啊，会厝顶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张兆香采访报道。努力与坚持，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。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创造无限的可能。
破茧的曙光已出现，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。再创嘉义的梦想。